iPhone X Plus 曝光，达人制作 6.4 英寸屏幕版本渲染图。苹果发布了 iPhone X 手机，这款手机的 X 其实是罗马数字10的意思，也就是说这款手机代表了10周年，苹果对 iPhone 系列的最新理解。但这款手机并非像苹果其他特殊版本的 iPhone 那样昙花一现，而是有延续性的产品，因为有消息称苹果正在准备更大屏幕的版本，而且已经和 JDI 研究屏幕的做法了。我们都知道这一代的苹果使用了三星的屏幕，虽然三星是目前 OLED 屏幕领域做得最好的产品，但是苹果此前一直没有和三星在屏幕上有过合作，三星最好的 OLED 屏幕达到苹果的要求依然很费劲儿，而 JDI 和苹果合作的时间很长，虽然在 OLED 屏幕领域表现不佳，但一直是苹果比较认可的供应商，再加上苹果一贯不喜欢在某一个部件上只选用单一的供应商，所以让 JDI 帮忙提供屏幕可能性也很大。这一次苹果会推出 Plus 版本的 iPhone X 手机，具体的命名方式还不知道，但很有可能将会在2018年登场，当然春季的可能性也不太大，有可能是秋季新品。这次屏幕分别是 5.8 寸和 6.4 英寸，